要讲出我爱你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，就是跟你爱的人还是什么，就觉得很肉麻。可是我觉得跟妈妈跟爸爸就更应该要讲这样的话，所以我趁母亲节要跟妈妈说，我可以用潮州话讲，妈我爱你，我希望你健康快乐，我希望他健康快乐。OSIM